这都是，这是志愿者，你们是志愿者吧？志工吗？是，等一下，我们再过去。啊啊啊！谢谢谢谢。能赢吗？啊，能赢吗？一定能赢。啊，信心十足，但他们都说这个蓝的和白的分开以后，实际上民进党最后可能还是会赢的。啊，那个票啊，最后选票会集中的，会吗？会的，要有信心。那您孩子投给谁？蓝的。也是蓝的。都是蓝的。我们都是。你孩子也都是蓝的。蓝的。是吗？我们整家都是蓝的。哦，没有，就是孩子跟你们投民进党的没有？没有。我们都国民党人呀，然后国民党最好，嗯，那你们听到没有？马英九前两天接受那个没有啦，德国之声采访，他们都是乱说的啦。从一个他一句话，他就给他弄得转得很多。就是马英九说相信习近平这句话。啊，对呀，他们会扭曲，他们都扭曲的。那你觉得马英九说那句话合适不合适？要怎么说？因为马英九以前有马习会呀，啊，对不对？他是习近平的为人呐，啊，对不对？嗯，是我们自己要去操那人鬼，人去我们去挑 去挑拨大陆啊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你就他说就是在两岸关系，习近平，你们觉得没有什么问题？习近平要不会很坏呀，啊？习近平哪有多坏？习近平不坏。几亿人口领导。领导那么好，哪里会坏？对，领导的非常好，是吧？对啊，哪里会坏？你们觉得反正马英九这个没什么，那为什么侯友谊就赶紧出来说？他说马英九的看法跟他的看法也不一样。侯友谊也不是这样。侯友谊，他也不是这样说啦。你们，他们要算利的还是民事的，都人家从一句这样一句这样给，人家这样乱说，没有办法。好，谢谢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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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嗯嗯，哎。